两个海盗做了一个很优雅的姿势，叫我们投降了，就是你们可以投降了，完了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何屡禁不止？我们提出来分区护航，中方的提议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参加护航国家的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亚丁湾风云，看见即将为您播出。索马里海盗一号在阿曼湾附近海域劫持了一艘悬挂韩国海军特种部队，成功的解救了本月十五号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三湖珠宝号货船。索马里海盗二十三号发出了威胁说，今后只要是劫持到韩国人，就将全部杀死。欢迎来到看见，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角是海盗。大部分人听来也许有一些遥远，但是绝对不会陌生，因为在最近几年，索马里海盗这个词在国际新闻里出现的频率太高了。伴随的新闻事件是劫持、绑架、谈判，甚至枪击、杀戮。如今全世界都在聚焦索马里海盗，大家都在探究究竟这些海盗有什么样的本事能够祸患一方、兴风作浪。穿挂骷髅旗，身着奇装异服，单腿独眼，手持弯刀，这是电影给人们描绘的海盗形象。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犯罪行业里，加勒比海盗曾经是贪婪和嗜血的代名词。曾经海盗也取得了政府给予的合法地位，那是当年的世界强盗大英帝国为了与西班牙在海上争霸，给海盗发放了私掠许可证。但当加勒比海盗愈演愈烈，对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各国海军开始联手打击。到十九世纪末，加勒比海盗几乎销声匿迹。但近些年，这个古老的行当又死灰复燃。2004年，马六甲海峡海盗臭名昭著，几年治理终于有所起色。但时至今日，罔顾多国海军的索马里海盗，却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态势，在亚丁湾横行不灭。希腊政府官员九号证实，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游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海盗劫持。八号，一艘名为塞维纳凯林号的意大利游轮在印度洋海域遭遇海盗袭击并被劫持。国际海事局公布数据称，仅在2011年1月，海盗就实施了35起袭击事件，劫持了7艘船，将148名船员扣押在手中。联合国统计，去年国际社会因为索马里海盗而损失的金额高达50亿至70亿美元。2010年1月17日，索马里城镇哈拉戴雷附近海域曾经上演离奇一幕，被海盗劫持的一艘游轮上空700万美元的赎金用一架直升机空投而下，而这笔钱还不是全部。事实上，此前海盗已经以转账的形式拿到了200万美元，当时这笔总数达900万美元的巨额赎金算是一个记录。而海盗拿到这笔钱之后，居然宣称考虑到被劫持的28名船员乖乖的配合，可以分给他们每人500美元奖金。如此大的赎金数目，在被放出风去后，甚至还引来了其他海盗的哄抢，但是没有能成功。海盗有着公司一样的规划，而且有着军事化的管理。这位名叫约翰·伯内特的英国人
早年曾被海盗劫持过，在对海盗研究后，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危险水域》的书。他告诉人们，索马里海盗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帮乌合之众，他们训练有素，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劫船事件。约翰·伯内特在《危险水域》一书中用实例告诉人们，索马里海盗有着严格的组织管理，他们往往伪装成渔船，拖带改装后的小艇，一旦发现目标，释放小艇，快速行动，整个袭击过程干净利落，商船还来不及反应，荷枪实弹的海盗就已经登船了。8号，成功摆脱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中国香港籍货轮振华26轮返回了上海。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上月21号振华26轮与海盗周旋的惊心动魄的时刻。我现在就是在振华26货轮的船舷边上，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艘救生艇的支架上面，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索马里海盗发射火箭炮的一个爆炸点。据船长回忆，1月21号下午，有32名中国船员的振华26货轮在苏丹开往上海的航海途中遭遇海盗。振华26轮船员用火箭降落伞、信号弹、爆竹、啤酒瓶、铁块等奋勇阻击，历经1个多小时反抗，最终成功避免了海盗登船。这也是中国船员最近一次面对海盗的遭遇。振华26号货轮遭遇海盗，却又免于劫难的消息，让人长舒了一口气。可是2月5号，又有消息说，中国商船天后号在也门附近海域被海盗劫持了。虽然最终此事被证实消息有误，但也着实让人心惊肉跳了一把。毕竟我们所体验过索马里海盗带给我们的恐慌，最典型的莫过于被劫持了86天的天域8号。2008年11月17日，美国海军公布了天域八号渔船被劫持的照片。照片上，数名手持 AK-47 突击步枪的海盗看守在船员身后。天域八号上包括17名中国船员在内的25人被扣为人质。86天后，经谈判，天域八号上所有船员才被释放。这段经历成为了很多人的梦魇。而就在天域八号被劫持的1个月后，2008年12月17日，中国60万吨级特大件运输船振华4号在亚丁湾，他们遭遇到2艘海盗快艇。在当地时间的8点20分开始，海盗靠拢我的船，9名海盗，每人都持有武器，有手枪，有 AK-47 步枪，有冲锋枪，还有一个火箭筒。有2个海盗做了一个很优雅的姿势，叫我们投降了。什么动作？就是你们可以投降了，完了就是趴下 ，OK 了。振华4号船长彭维元带领船员们用自制的燃烧瓶与海盗周旋了整4个多小时。最关键时刻，多国舰队的一架直升机赶到振华4号轮的上空盘旋，击沉了一艘海盗小艇，振华4号最终获救。看着同胞受难，对索马里海盗的气氛油然而生。但细查这些海盗们的资料，我们竟然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在索马里当地的一些小村落，这些海盗们简直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海盗们自己也是振振有词，都表示自己是被迫上了梁山的。不少索马里海盗都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赖以生存的捕鱼业被侵占了，这的确是索马里的一个现实。
因为这些船主呢，因为他是非法在这儿捕捞的，所以他也愿意呢付钱息事宁人，这就形成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最初的一个起源。然而索马里海盗的成因远远不止这一个，事实上索马里常年的动荡积贫积弱是海盗产生的更重要背景。索马里位于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非洲东北角，石油储备丰富，冷战时期就是美苏争夺的重点。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每年要向索马里提供$10亿的武器援助，但冷战之后援助逐渐被压缩。1991年索马里内战开始后，民生日渐凋敝，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索马里的很多年轻人无法找到正当工作养家糊口，而海盗却可以一夜暴富，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铤而走险。阿巴迪·埃弗亚，索马里海盗头目，对外号称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心狠手辣著称，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埃弗亚曾经是索马里内战中的一个娃娃兵。1991年索马里的巴雷政权被推翻，全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当时年仅12岁的埃弗亚也被家乡邦特兰省的军阀抓去当兵，但是很快他就抢得邦特兰省的头号军阀的交易，如何弄钱来维持自己的实力呢？这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很快埃弗亚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以埃勒港为基地，他的海盗生意越做越大，能够对离岸600公里以内的各类船只发动袭击。2008年一年，他们就勒索到了$3000万的赎金，而埃弗亚只是人数众多的索马里海盗中的一个缩影。Alors au début, il semblerait que les pirates étaient plutôt bien vus, notamment parce qu'ils étaient perçus comme des justiciers qui rétablissaient un peu une justice pour les Somaliens, dont les mers ont été vidées complètement par les chalutiers étrangers. Donc, et eux en ont beaucoup joué, se sont posés comme effectivement des gens qui allaient obtenir gain de cause de la part des Occidentaux qui avaient vidé les mers.Donc c'était un peu les oraux des eaux somaliennes. Et puis les choses sont en train de changer. Nous, quand on y était, en fait, la population se rendait compte qu'il n'y avait pas de redistribution pour eux, que l'argent des rançons, mais les pirates, ils les gardaient. 这位名叫阿卜杜勒·哈桑的海盗来自一个名称叫中部地区海岸巡逻队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2005年，目前集团拥有350名海盗，100多艘快艇。2008年，中部地区海岸巡逻队袭击了29艘船只，收取了$1000多万的赎金，其中哈桑一人就分了$350,000。我تحصل لهم على مبالغ هائلة، وهو الذي 给海盗支付赎金，大笔给他们钱，反而激励他们对公海上的过往船只只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这些赎金成了更多犯罪行为的催化剂。因为只有海盗呢可以一夜致富，这样呢就吸引了有很多人呢来加入了海盗，把海盗呢不看作是一个犯罪的，反倒是呢看作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家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导致呢这个怪现象呢在索马里呢就是说不断的循环。如今索马里海盗成风，无法介入海盗活动的妇女和老人也把与海盗活动相关的周边产业作为生财之道。索马里有些部落全民海盗，甚至还出现了海盗股票交易所。内罗毕，索马里邻国肯尼亚的首都，近几年来房地产的价格猛涨了3倍。对此肯尼亚新闻网评论说，这与索马里海盗借买房来洗钱不无关系。有索马里海盗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他们早在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了。
如果你看到海盗在过去八个月中得到这么多钱，就能想象用这些巨额资金，他们能得到更多精良的武器和技术。海盗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索马里政府的管控能力相形之下却显得更加捉襟见肘。The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security, the capacity to defend and control the entire country as it is. Security apparatus lacks adequate equipment, training, and has no financial resources in place. من اعتداءات من قبل القراصنة الصوماليين، وإن هذا فعل مدال ومشين بعد تواجد سفن حربية دولية في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في الصومال.从自己的生财之路被剥夺，到主动的大肆的去抢劫各国的商船，以赎金来发财致富，索马里海盗显然已经超越了以怨报怨，简直是把犯罪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儿了。由此，亚丁湾也成了众多的商船感觉到最恐惧的一片海域，索马里海盗也就成了人们谈虎色变、避之不及的名词了。2008年11月15日，印度洋东非海域，载重318,000吨的海上巨无霸天狼星号，满载着200万桶总价1亿美元的原油驶向美国。由于体量过大，这艘船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所以天狼星号只好绕行好望角。而在船员们看来，这倒也是个避开海盗的好法子。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根据我们搜集到的信息，一伙持枪海盗在蒙巴萨东南大约450英里处劫持了一艘游轮。这是海盗们劫持的最大的游轮，也是本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劫持事件。我被海盗的活动范围所震惊。天狼星号是一艘30万吨的游轮，比我们的航母大3倍。这是我所见过的离海岸线最远的劫船事件。显然，索马里海盗开始走出亚丁湾，到更远的地方去捕捉猎物了。守株待兔已经让他们无法满足。随着他们手中资金的积累，训练的体系化越来越成熟，他们开始走出原本的地盘了。2009年6月12日，索马里海盗首次闯入他国海域，在距离阿门港口城市苏尔以南60海里处劫持了一艘安提瓜和巴布达货船。2010年以来，海盗在印度洋上更是频频得手，如今吉布提以南、肯尼亚以北，距离索马里海域20到240海里区域，都已被西方称为游荡着幽灵的海域。I think there is no more time for wishful thinking. If we see how daring or desperate for pirates are, we are getting a clear message that action is now. Piracy is a scourge wherever it appea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whole world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a threat.To trade and to prosperity. That we are resolved to halt the rise of privacy in that region. And to achieve that go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prevent future attacks. 2009年9月9日，美国、日本等5国签署了纽约宣言，计划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9月20日，中俄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护航的起航仪式。11月6日，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俄、印、日等多个国家和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在亚丁湾实行分区护航合作，以形成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的最佳做法。我们提出来分区护航，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国家的军舰在一起，大家可以划分责任区来进行护航，这样可以减少风险，提高护航的效率。中方的提议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参加护航国家的积极响应。分区护航是指各国划分不同的区段，由某一国海军负责该区段不同国家船只的护航任务。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使得各国海军在索马里的使用达到最大的限度，同时也可以使得整个国际海运受益面积大幅度的增加。不过面对着索马里周围的辽阔海域，各国护航的力量还是捉襟见肘。美国第五舰队估计，要想控制整个亚丁湾需要大约60艘军舰，这是目前护航军舰总数的2倍。而专家认为，在只有东西两个出口的亚丁湾都难以完全保卫的情况下，要想全面保护整个印度洋东北部海域，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担忧。索马里海盗的能量目前简直就是与日俱增，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的。如果在目前的分区护航的行动中，各国的海军不能全力以赴的话，亚丁湾甚至是范围更大的一片水域，各国的商船还有穿越的勇气吗？2009年10月19日，在距离非洲大陆海岸700多公里的印度洋上，我国装有7万吨煤炭的散货轮“德兴海号”正由南非开往印度。当行驶到塞舌尔群岛东北320海里的印度洋海面时，人们判断，按常规，这里属于安全范围，于是船员们也就此放松了警惕。突然间，几名索马里海盗依靠着带铁钩的飞抓，迅速爬上了货船，海盗如履平地，一举得手。事后，根据欧盟海军透露，至少有20名海盗参与了劫持。我知道英国海事贸易局曾和船主通话，来确认船上25名船员的情况，了解海盗下一步的要求。事发第二天，中国外交部、交通部、海上搜救中心等多个部门启动了应急机制。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营救被劫船长和船只的坚定决心。亚丁湾是在这个区域，海盗行为最初呢比较猖獗的呢也是在这个区域。现在呢就是说整个索马里海域呢都成为了海盗呢活动非常猖獗的。我们这德兴海号呢是在这个区域，上次利益呢就是说海盗传统猖獗的地区呢有着很远的距离。近期呢在这个就靠近印度洋的地方呢也有就是说海盗活动的迹象的显现。所以我们看到在各国军舰集中在这个区域护航的情况下呢，它针对这样一个特点呢，它的区域呢也在不断的扩大。10月20日，中国海军派出了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舟山号和徐州号导弹护卫舰以及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全速驶向出事海域，希望能在海盗将德兴海号带回老巢霍比奥港之前进行营救。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对这艘被劫持的货船和人员实行解救。而索马里海盗毫不示弱，通过 BBC 发出威胁，要求中国打消营救企图，否则将会撕票。商船和人质的安全增加了救援的难度，海盗成功的把德兴海号驶入了霍比奥港。不过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对德兴海号的营救，经过长达70天的艰难谈判，德兴海号的船员终于在2010年来临之前成功获救。2010年1月8日凌晨1点半，青岛流亭机场，德兴海号25名获救船员终于到家了。算25名船员都安全的回到国内，身体非常健康。都已经回来了是吧？船都回来。那那个船呢？船现在继续正常航行吧，正常营运。时至今日，德兴海号的船员们都不愿再回顾当初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过程。这是自2008年年底中国向亚丁湾派遣护航编队以来，索马里海盗第一次成功的劫持中国大陆的船只，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业内人士忧心忡忡的声音，说要解决海盗之患，就单凭目前各国在亚丁湾的海军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社会必须要想出彻底有效的办法，从根本上消除海盗现象。
他之所以有恃无恐呢，就他劫持船只以后呢，你海军就是等于摆样子了，你是能作秀。你像乌克兰的军火船被劫持了，你美国海军不还是在边上看着吗？你的装备比海盗好了我无数倍，你可以在几秒钟就击毁海盗包括这只船只，但是这不是护航的目的。所以这个呢是海盗最清楚的，你护航的目的呢要确保船员和船只的安全，这个才是一个最主要的。所以海盗只要掌握这个底线，那么呢他就不惧怕你的海军。有英国媒体称，在与国际反海盗部队的较量中，海盗明显占据了优势。对于这一指责，欧盟反海盗行动司令理查德·斯宾瑟坦言，军事行动的资源很有限，只能治标，而如何治本则是国际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Piracy is not a waterborne disease. It's a symptom of anarchy and insecurity on the ground. يساه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لدعم قوات الشرطة الصومالية وإنشاء قوات حفر السواحل. Everything we can do with this is two ways. One is to build kind of a support force capable of actually preventing these activities before they go into the water.And the second is to create some sort of opportunity,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 the people in the coastal area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is year. We can get on and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of Somalia rebuild instead of chasing skiffs around the Indian Ocean. Farming, training, produce. How to help it in the development area by giving possibilities for young people to have a job.看得出来，海盗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与此对应，并去如抽丝，我们恐怕要用很长的时间，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才能够彻底的消除海盗之患。就在今年新年伊始，韩国的护航舰队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动用了武力，击毙了八名索马里海盗，由此也招致索马里海盗对韩国人发出的死亡威胁。他们声称今后再劫持了韩国船只将不再索取赎金，只要船员的性命。这种局面断然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那么我们的护航行动将会如何来进行？我国的海军在亚丁湾又都做了一些什么？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亚丁湾风云。